他就是超级赛亚人的一个系列啊，然后这个系列就是他特别的，他是做大型的，然后所以室内的东西都做得非常的细。然后呢，购买日本的这个公仔最重要要注意什么？日本国内的贴纸认证啊，他的表情好严肃。很大怒大叔，可是如果很粗暴的猜，应该会被抓。不能，这种东西还是要细心。真的。还有呢。制作番号跟这个盒子上基本上不一样。好，拆。情报的还蛮细的。